让他尼泊海不海盗队。当当白，你是流动白咋路呢？好，江特莫言呢？五毛路呢？好，这次要到哪一块吧呢？一个高头的南马马头盖盖。凌晨一点多钟，永嘉县公安局岩头派出所的民警周彬彬正在和同事们一起焦急地寻找一名男子的下落。哎，你还到杨老三家？他领的呢？该男子姓陈，36岁。几分钟前，陈先生的家人给警方打来求助电话，希望民警能够帮忙寻找陈先生的下落。接警之后，民警周彬彬反复多次拨打陈先生的电话，可始终无法接通。就是那种很着急、很激动，然后希望我们快点帮孩子，帮他的那个孩子找到。你是哪个地方抽烟？你都抽烟脑干，你是谁抽烟脑干？你是谁抽脑干是吧？民警一边寻找，一边联系陈先生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更多关于陈先生的信息。那么您帮忙还给老爷吃给老人家的，可给老爷这里的，有没有给老爷找我们说的呢？我们那个你那个地方来了给中国给老爷带来了是吧？啊，给老爷屋里那几套那玩意呢，要么带开去就给老爷里呢。好，就给老爷我们说的那些，我们把坐在上面去看。一条令人心焦的短信，一场警民协力的劝阻行动，让我们就在电话里问他到底在哪里，让他不要做傻事。一个身份特殊的嫌疑人，一场阔别十余年的相聚。我也感觉自己的努力呢也确实没有白费。化解危机时刻，守护辖区平安。永嘉民警记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陈先生到底去了哪里？他的家人为何如此担忧？原来半个小时之前，陈先生的父亲突然收到了儿子发来的一条信息，说自己想要自杀。陈先生的父亲立即拨打了儿子的电话，可是不管父亲怎样追问，陈先生始终不肯说出想要自杀的原因，也不告诉父亲自己所处的位置。无奈之下，陈先生的父亲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寻求警方的帮助。我儿子刚才有个信息发给我，嗯，我跟他刚才这里通了一个电话，他想自杀，嗯，他的手机还开着的嘛，说几句就挂掉了，他们反正什么，反正谁也泼进去是。陈先生的父亲声音颤抖，显然非常焦急。永嘉县公安局岩头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指令后，立即出警，展开了搜寻工作。很快，陈先生的家人也赶来跟民警会合。此时，陈先生的家人意外拨通了陈先生的电话。现在你在上的高度是上面啊，有我那个还几十米了，我拉裤那张。阿宝，现在成大裤那裤啊，你那个你大裤裤捂着去，那在点小的捂着上。阿宝，上不去。你那个东你那东东那个出你在这个年的城市上面住哦好不看我你哭啊哭啊那个是个你现在的大哥那个该你管你干净你能带着国家上我上这里接你爸你有三个人一个你本来一个你本菜能过那包我们就在电话里问他到底在哪里让他不要做傻事让他把现在的位置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去找他后来他也不是不肯讲我们也一直在电话里劝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据家人介绍，陈先生是永嘉本地人，前不久生意遭遇了一些挫折。4月25日晚上，他跟妻子因为生意的事儿又发生了争执，随后他便约了朋友一起出去喝酒散心。他朋友说，当时喝酒的时候没什么情况，然后喝完酒他就一个人离开了。他可能当时就想不开，他就跟他的那些朋友讲，他要自己回家，让他的朋友不要送他。
他的朋友也没有管，后来就自己走了。陈先生和朋友分开的时候已经是4月26日的凌晨了，大家本以为他会直接回家，没有想到不久后他的父亲就收到了他想要自杀的短信。刚开始我们先是从沿街的路进行寻找，以及对那附近对有水流空旷的地方也寻找了，然后一直没有找到他。查看了监控，一直没有看到这个人，我们就去我们沿头镇上的那些民宿啊旅馆去看有没有类似的人员入住的情况。寻找的同时，民警和陈先生的家人不停地在电话里对陈先生进行安抚和劝导。那你是个男的，个男的吧，谁晓得不了你？男的你不懂啊，都给。跟都给是个，懂现在吗？现在哪里呢？你现在了，你听我上观众台，上到了到了见你，啊，反正过后呢，上升七十个男生，好嘞，反正他们到了过后上午呢。好不好，谢能了谢能了，人家东都去误伤你，跟他们去误伤你了，看了谢能红国不红了，到这顶线了，看嘞，你费多了你。我们听到他那个有水流的声音，然后那边的听起来也比较空旷，所以我们最开始就初步就觉得是公园那边或者在什么桥上啊都有可能，然后他最后自己讲的桥了，那就是应该在那个桥的那个位置。原来可能是吹掉不要吹的，吹的废物。你这里有个你到的吃个例子，这里你的媳妇是你的吃一次，你给那个那个的这里呢，这里是无药，这个许愿笔写个司马的大无笔写个理由呢。嗯，写的吧。是干哪个了？是要被冰冻。啊？被冰冻。那你那个车一次写亏哇？那你那个，我给你五几次都写给我做开包。好，你那个零五几了，那么我来做点早开。根据电话里传来的背景声，民警综合分析，认为陈先生此时很可能是在南溪江附近。我们就骑着电瓶车在公路沿那个南溪江一路。沿着那个公路找了一圈，在找的过程中我们还派了人员就跟他家里人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防止他发生意外，就是尽量的能缓住他。我到里面吃一吃啊，妈的妈的，此时陈先生的父亲也一直在跟陈先生通话。你告诉我你来到那湖北高湖北高的近那么六月五九月看来看来你过来那我不走开走开阿宝阿宝这个是鸟段五九月那不是凤林吧有个条件了有是个来条件了有是没凤林找个条件了。获知陈先生所在的具体位置后，民警带着陈先生的家人立即赶了过去。当时到二桥的时候，这个人当时是处在二桥的那个桥边上，他的整个人身体是在桥的外边的，然后当时一只手勾在那个栏杆上，状态也比较醉酒的状态，手里还拿着酒瓶，然后人是状态当时是很差的，因为喝了酒，我看他还是很不清醒的那种状态，我们很担心他掉下去。副招领了，副招领了，你是跟河南广的。人家你爸来屋子里让你呢，你兄弟来屋子里了是吧，你要看你是个河南狗嘛，你那个南枪是吧。当时刚开始我们的周边民警跟他在前面安抚他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是悄悄的骑车到了他的背后，后来我们看这个人一直在跟前面的人聊天，没有注意到我们后面，我们就沿着那个桥沿一直到他的背后。好，你上来我找你吧。民警周彬彬一边劝导陈先生并借机分散他的注意力，一边指挥陈先生的家人以及其他民警悄悄地从另一侧靠近陈先生。我们就是在他还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一把冲上去把他拽了回来。这是个男的，危险！你男的，喂喂喂！来，
的还能吃那个奶？你怎么又不吃了？这个真的是，真的给我来来来来，你哪个是这个啊？哦，你那农家子，你那给那啥哦？你那个叶子？那个猪娃娃的那是你？就好多吧？我那去写，那去写是可是你啥木这些？当时我们把他救下来之后，我们心里想的是啊，这个事情终于解决了，这个人也我们救回来了，心里感觉有一块石头落地了的感觉。你要男女抢救了一定的，我是过吗？你那个梦也是过呗，可以过个了啊，也是过呗，安全的。就修下来，晓得你梦个得救那个都还是紧哟。我们把他从桥边上拉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刚开始也是有点激动的，还是有点想不开的那个意思，想挣脱我们，然后继续往桥那个方向走过去的意思。然后我们以及他的家属就紧紧地抱住他。你都在笑，你都在笑，是是。大哥，那给了两大伤你，是吧？在家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先生的情绪慢慢地平静了下来。那过去的，要赶紧日过会和那过的。买东西给250块。你给了九号个吧，阿旭，我是把酒给吃的。一本啊，不多呢。一口一口给了两张个，张哥，你可吃海东山搞个戏？我打起来，我吹，飞脚，我都弄完了，刚还没演呢。此时已经是凌晨1:40了，周彬彬和同事们将陈先生一家人送上车后，又特意叮嘱了几句。阿旭，你的意思给？买家这次我天，都是讲这个控制了，这个上瘾都是讲知道。我有没有要跟他回去这个吃了？跟那个知道过。你搞干什么？做改天嘛，做梦一个。喂。你讲我那手里吧。喂。我去办，你都还落上。这个人我们现在暂时已经劝下来了，啊。我也处置过好几类自杀的警情，总结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到当事人他自杀的原因，通过自杀的原因我们可以去分析，以及后续的我们可以去开导他，然后才能更好的那个解决这样的事情。弊案接连发生，嫌疑人行踪异常，落网之后牵出特殊身世，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永嘉民警纪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傍晚6:00，两名男子拿着一面锦旗，来到了永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欧北中队。当时我们刚刚办案回来，他们家里人就突然把锦旗送过来了，感到又惊讶又很开心。他的家属专门从江西拿了锦旗过来。我当时感觉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感动。那么这两名男子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过来？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2022年6月1日上午10:00，永嘉县公安局欧北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位汽车修理店的店主，此人告诉民警，他们抢修车上的蓄电池被人给偷了。蓄电池是他们汽修店抢修汽车的时候通电用的，抢修车是他们汽修店里公共使用的，所以大家都会用这辆车子，就没有上锁。民警随后根据报警人提供的时间，调取了这家汽修店周围的公共视频。当时报案人是在5月31日晚上7:00离开店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1日早上7:00回到店里面了，我们就着重对这1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监控的一个排查。经过仔细查找，民警在6月1日凌晨的公共视频里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发现就是凌晨4:00的时候，有一名这个人员骑着自行车经过，然后呢，从自行车下来之后呢，就自西向东的向这个抢修车走过去。是一名中年男子，大概年龄在50岁左右，短发，中等身材。公共视频显示，该男子径直走到了抢修车旁边，随后便打开车门进行了翻找。
过几分钟之后，我们就看见他拎着这个东西从这个抢修车上下来了。男子手中拿着的应该就是蓄电池。只见他原路返回，并把蓄电池放到了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上，然后离开了现场。我们通过追踪发现，他最先经过的地方是马道西路，然后从马道西路到达了双塔路，最后呢跟到这个浦西街的一个巷子里的时候，他自行车拐进去了。由于这个村子里这个监控条件有限啊，我们最终呢没有确定他的这个落脚点。尽管民警在公共视频中能够看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特征，但是却无法获知此人的身份。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他是从哪里来的？如今又藏身何处呢？我们专门拿着嫌疑人的监控截图的照片，到了他消失的点位以及他经过的几条路，对现场的一些群众进行了一些走访和调查。现场的群众都表示说是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不认识这个人。虽然被盗的这个蓄电池价值并不算高，但民警始终没有放弃对嫌疑人的追捕。而就在民警苦苦寻找他的下落时，2022年7月28日，永嘉县公安局欧北派出所再次接到报案，辖区内一家医院门口的核酸检测指示牌竟然被人给偷走了。我们马上出警到现场，调取了这个案发现场附近的这个监控，发现呢在凌晨3点50分左右，一名这个嫌疑人到这个医院门口分几次把这个核酸指示牌给搬走了。公共视频显示，嫌疑男子往返三次，将指示牌以及架子依次给搬走了。嫌疑人他的作案的方式，以及他当时在监控出现的一些走路的一个身形啊、步态呀、跟我们第一起案件的嫌疑人是非常相似的。凌晨4点18分，嫌疑男子搬完所有东西之后，推出了一辆自行车，然后用自行车拉着这些物品离开了现场。根据这个作案时间以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衣着、体态特征以及他们的走路的这个步伐，还有根据他这个盗窃时候都是骑着这个自行车来的，我们初步判断盗窃这个核酸指示牌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和盗窃蓄电池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同一人。顺着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方向，民警通过视频展开了追踪。奇怪的是，嫌疑人这次行进的路线与上次的路线完全不同。最终民警发现，嫌疑人消失在了另一个偏僻的路口。我们排查案后的这个视频，发现这个盗窃核酸检测指示牌的这个名嫌疑人骑着自行车最后消失是在欧北街道王家峪村的一个巷子里面，而盗窃蓄电池的这个嫌疑人呢是消失在浦西街的一个巷子里，然后两个消失的这个地点呢并不一致。发现这个人啊没有一定的一个固定的路线，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人有可能是社会的一个闲散人员，或者是一个无业游民。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永嘉县欧北区域内再次发生了两起类似的盗窃案件，被盗的物品有二手车市场的广告牌以及货车上的不锈钢管。他这个作案时间都是在凌晨3点到4点之间，作案的手法也比较相似啊，偷的都是路边一些不值钱的这些路边物品。这几起案件的从视频监控当中来看，嫌疑人的身形步态都是非常相似的，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啊。同时呢，他盗窃的物品价值都不大，从这些点上面可以看出来，他应该不是一个说是专门从事盗窃以盗窃为生的人。仔细研判嫌疑男子每次作案之后的行动轨迹，民警发现，该男子的最终去向均不相同，完全没有规律可循。据此，永嘉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通常偷这些东西的，
基本上要么是以盗窃为生，要么就是他有某种盗窃的癖好。他应该主要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是一名流浪人员日常盗窃的一些物品啊拿去售卖之后啊来满足日常的一些开支。如果此人真的是街头流浪人员，那要获知他的身份和落脚点显然非常困难。警方对此人选择的作案地点进行了综合研判，最终确定了几个可能性最大的重点区域。这些案件陆续发生之后啊，我们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盗窃的数额虽然不多，但是盗窃的次数是已经有个三四次了于是我们就是继续安排人员对一些比较敏感的点位要进行排查。我们结合案前的监控和案后的监控，根据犯罪嫌疑人出现的这个地区和最后消失的这个地点进行了这个走访。民警针对这几个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走访，同时也在这几个区域内的公园、车站等场所进行了蹲守。我们问了周边的一些群众呢，他们看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视频及照片之后，都说这个人看上去有点眼熟，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住在哪里，或者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2022年9月7日，民警最终在辖区内一家商店的门口找到了嫌疑人。当时我们在单位里进行视频巡逻的时候，在这个江北街的那个街口呢，发现了这名犯罪嫌疑人这个踪迹于是呢我们马上就派人安排那个民警进行到这个江北街的那个街口进行蹲守。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控制住了嫌疑人，向嫌疑人表明了我们的民警的身份。当时嫌疑人呢也是比较配合我们的工作的。随后呢我们把他带到我们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面对民警的讯问，该男子对自己涉嫌盗窃的事实供认不讳。把这案件事情再说一下吧，你把您的前两次那个偷的那个东西这个经过再说一下。偷到旗子旗子钢管钢管，还有呢双杠检测那个牌子空调筒。空调筒是什么东西筒空调筒跟线空调的外机的那个筒跟线是吧？该男子自称姓胡，他说他之所以盗窃，就是为了将偷来的物品变卖，好维持生计。他跟我们讲他自己都是住在欧北街道的各个公园里或者那个亭子里面或者说各种那种废墟里面。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奇怪，问他是怎么解决这个吃饭和这个洗澡问题的，他说自己反正就是捡一些废品去卖。洗澡嘛，就去那些路边的公厕里面接点水，这样洗澡。让民警感到奇怪的是，除了姓氏，这名嫌疑人对其他身份信息讳莫如深，不愿多谈。跟他聊了大概半个来小时左右他最终才跟我们说自己50多岁了来自江西，10几年前的时候呢，从江西老家那边来温州这边打工，打工几年之后呢，就来到永嘉了。他一直是向我们民警说自己是没有结婚的，也无儿无女。此时民警看得出来，眼前的这名嫌疑人内心还有很多结尚未解开。民警没有着急，耐心地跟嫌疑人沟通，最终这名姓胡的嫌疑人打开了心扉。后来呢，他把自己真实的这个名字呢跟我们也讲了，10几年前呢，就是因为家庭矛盾呢离家出走了。来到温州打工这几年呢也过得非常的辛苦来到永嘉这几年呢也一直在这个永嘉这边的公园或者桥洞里面居住和生活。他其实是有一个儿子的，今年已经30多岁了，但是因为跟家里面已经有10几年没有联系了，所以说他现在也不知道他儿子的近况怎么样，也不知道他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自己想不想跟你儿子家这些见面呢？你到底什么意思哦？有什么话你要讲出来，一个人闷在这心里还是有方法的。他当时虽然犹豫了下，最后缓缓地跟我们讲十几年没联系了。我们从他的语气里呢能听得出来他还对这个亲情的还是有渴望的。为了帮助胡某和家人取得联系，周玉俊随即围绕胡某的相关情况展开了调查。由于呢他这个人是江西人，我们不能直接通过我们浙江的这个办案系统呢找到他的这个家里人这个信息和联络方式民警多次联系江西相关县市的公安部门，
一起帮忙查找何时胡某的身份。经过多方努力，周玉俊最终确定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情况，并且得知胡某的儿子目前正在福建做生意。当我们民警啊打电话给他家里人的时候呢，跟他说明这个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们家里人感到非常的这个诧异啊，一度认为呢我们这个是诈骗电话。在我们反复的表明我们公安民警的一个身份，他才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激动啊。他当时在电话当中就向我们民警表明啊，他要立马赶到永嘉来去来见他的父亲。2022年9月8日，吴某的儿子和弟弟赶到了浙江永嘉，见到了阔别十几年的胡某。胡某这个人和他儿子两个人性格都很内敛，很内向啊。两人见面之后呢，啊，就是相视一笑，互相拍了下肩膀，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内心的那种喜悦。为了表示对永嘉警方的感谢，吴某的家人还特地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感谢永嘉县公安局领导及全体干警，特别感谢周玉俊警官，感谢他的努力付出，兢兢业业才能使我们一家团聚。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确实能帮助他们一家人能重新团聚，看到他们一家人能温馨的站在一起啊，在说话聊天啊，我也感觉自己的努力呢也确实没有白费。我也很开心他们一家人终于能重新团聚在一起。沉默不语的迷路儿童，多方寻找的民警群众，孩子最终如何回家？永嘉民警记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傍晚6点多钟，永嘉县公安局欧北派出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辖区龙桥码头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说在码头有一个小孩子拿着木剑到处舞，然后问他也没有搭理，所以怀疑他是一个走失的小孩子。就在我那个后窗时拿着一个木剑还是塑料的剑在那里舞，我跟他说小孩你哪里的，我们这里船已经停了，不行了，你要回去，他也不会说嘿嘿嘿，就这样。跟报警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孩子所在的位置后，民警邹金乐和同事立即开车赶了过去。当时我们出警到现场，我们把警车停在了龙桥码头附近，然后报警人就带着一名小男孩到了我们这边。当时这名小男孩他身上穿着睡衣，手里拿着一把木剑，然后我们在出警车上对他进行简单的询问的时候，问他的姓名还有他家庭住址，但是这名小男孩一直玩着手里的木剑，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与我们正常人无法进行交流。因为当时正下着小雨，所以邹金乐和同事第一时间把这个小男孩带回了派出所。我们回到派出所之后，由我给这名小男孩戴了个口罩，然后我跟我们的值班民警黄俊杰把情况对接了一下，然后由他来寻找这名小男孩的家里人。你叫什么名字啊？大胆的，别这么说，有人拿出来吗？点头摇头，或者说招招手，听不听得懂？不知道。我们初步怀疑呢，他是不是一个听障儿童？后来我们想到了，是不是能用手写的方式哦，问一下他家属的一个信息。他躲避我的镜头，你干嘛？有人脸？对，有人脸，这么出来人的？这么这里是什么字吗？看你不欠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肯定是聋哑学校的那个。民警随后给当地的特殊教育学校打去了电话。我们就轮番给校长们打电话，想把孩子的照片发给他们确认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但是因为时间比较晚了，学校都已经下班了，所以也没有问到孩子的一些情况，一时无法核实孩子的身份，民警只能尝试着继续跟这个小男孩进行交流。面对民警的问话，小男孩始终没有回应。现在我们都听不太懂，所以表现出来呢，越来越感觉他像是一个智力发育不太正常的一个孩子。
因为这名小男孩是我们在龙桥码头附近的公园发现的，所以我们又把他带回到龙桥码头附近的公园，找一下附近有没有认识他的人。要不要喝的饮料？要不要饮料？要不要啊？能不能衣服系起来，把扣子系起来。等一下啊，等一下带你去买喝的啊。肚子饿了没有啊？我们先是把他带回到了龙桥码头周边，因为这附近有一条商业街，店铺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密集，我们就带着孩子挨个挨个店铺问过去。这里，你们认识这个小孩子吗？都不认识吗？但是得到的答案呢，基本上都是没有见过这个小孩子。没办法，民警只能再把小男孩带回派出所，安顿在值班室里休息。把小孩子带回所里之后呢，因为考虑到时间也比较晚了，而且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我们也考虑到他可能没吃晚饭，所以我们就叫了一个女队员来先陪他玩，之后呢又去给他买了一点水果，买了一碗馄饨，让他先吃一点垫垫肚子。照护孩子的同时，民警一边以发现孩子的地点为中心，广泛查找周边区域的公共视频，一边将孩子的照片发到了工作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希望发动周围的人一起寻找孩子的家人。就在值班民警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孩子的父母时，晚上10点多钟，派出所值班室接到了永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转来的线索，一名男子刚刚打来报警电话，说要寻找自己走失的儿子。该男子提供的孩子年龄及体貌特征与民警发现的这个小男孩十分相似。我们先是问了一下这个家长今天孩子的一个衣着特征、外貌特征，以及身上有没有明显的这种胎记之类的一些信息，之后呢确认了孩子的家属所讲的这些信息是符合的之后，我们就叫家长赶紧赶到我们所里。我就这么久你都不知道的？对，我知道了，我在找找找了，后来我实在找不到了，我才过来报警的。哎，你的电话吗？你儿子5点多就在这里来了。哎，怎么5点钟都来了呢？不然呢？能看得见吗？电话号码。家长也跟我们说呢，本来这个孩子是自闭症患者，都是一直跟在家长边上的，平时也不会离开家长身边很远。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玩，也没有跟家里人讲。所以刚开始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以为孩子是跑到一边玩去了，过一会儿就回来了，直到后来找不到了，这才想到要报警。经过了解，这个小男孩自幼发育迟缓，目前无法与人正常沟通，其家人一直贴身照看。事发当天，该男孩原本在家门口玩耍，家人一转眼的功夫，孩子就自己跑了出去，之后他的家人也一直在沿街寻找。我们就希望提醒家长呢，一定要让孩子记住一两个亲属的电话号码，以便小孩子真的走失的时候，可以通过其他的群众或者说警察叔叔这边帮忙联系其家属。近年来啊，永嘉公安在基层治理中，我们全力推动部门、网格、社会等力量常态入驻联勤警务站，加快形成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持续降警情、控发案、融治理，并延伸网办中心辐射圈，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